小哥，你怎么这个点儿能打游戏啊？这个点打游戏？那你今天不上班吗？肯定要上班呀。你上班还可以打游戏的吗？其实我没什么事情，我上班其实没什么事情要搞。这么舒服，那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我是干保洁的。啊？对，保时捷吗？你怎么跟个鬼一样？怎么保时捷？干保洁，保洁公司，保洁，打扫卫生的。对，打扫卫生的，还做保时捷呢。打扫卫生，手底下十几个人是？你要来吗？你要来的话，就跟咱那个保洁阿姨一起去打扫卫生也可以。别！跳起来打你的狗！如果你想要跳起来吗？对，跳起来。你多高啊？跳起来打有伤力啊！跳起来有知道势能吗？有没有学过物理？跟多高有什么关系？是啊。你不想了解我的公司吗？你是这些阿姨的头头对吧？对，头头。那，对啊，头头不就是老板的意思吗？你可不要小瞧这些阿姨，在我的带领下，因为我的可能是我的审美观还可以，在我的带领下，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给隔壁那个老大爷都给他乐坏了都。马什么没啊？真的假的？嗯。哎，那你会带着他们跳什么广场舞之类的吗？比如说什么"苍苍的天下是我的爱"类似这种的？不会。不会吗？这个太low了，这个。现在大妈不就爱跳这些广场舞吗？你跳吗？你要跳就跳。我跳啊，我跳起来打你的膝盖，我跳，还跳广场舞呢。太好了，不要眨眼。你这已经暴露了你的身高了。你怎么老是说到跳起来就是身高呢？这只是一个梗而已。你喜欢多高的？1.75米以上的吧。1.75米以上的吧。别搞啊！你真别搞！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垃圾分类、莫慌，哦，